千金万宝在此，在下白硕，请见楼主。一群人族的杂碎，也配本殿应付？够狂，和我脾气。你叫范月，是极域妖王皓月殿主，你的名字响彻天下。我呢叫白硕，我是你的恋人。小兔崽子，翅膀长硬了是不是？拿着老子的金子逛青楼找小官儿，你给我站住。你小子长得不错，个儿还挺高，你别看你人模狗样，你居然做小官儿，恶心，我靠。既然道长名头这么大，让几手给我瞧瞧也不算过分吧。那白姑娘想看什么呢？流火急成虫灾变，只要你想，感觉动看看。其实我平时都是叫你木木的。木木还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。我自幼求仙问道，至今十载道心诚挚，不曾有怠。占星算卦画符布阵，样样精通。楼主若是不信，可随意讨教。白硕，有点意思。